收看本周的饭局小姐，我是珍珍，我是圆圆。Hello， 我刚刚有顿一下，你有发现？为什么？我发现你戴帽子，你会头会这样子，是怕帽子掉下来吗？对啊，缓缓的移动，缓缓的移动。我们今天吃的是美式，耶、yeah, ！你看这个是欧姆蛋，我现在来吃欧姆蛋，我来吃蛤蜊面，用刀子切。我今天早上是饿死。怎么说？你听得懂？你刚才说二型，饿死是很饿，肚子饿死。为何？你昨天没吃晚餐吗？没有，是想说今天要吃大餐，然后做梦都会梦到，就肚子很饿，起床梦到什么？就梦到好吃的啊，真巧，就很丰盛这样。每周我朋友都会羡慕我一下，就说你今天要吃什么好吃的，然后我就会说你准时收看就知道喽。还要故意一个就是吊他们胃口的感觉。今天的饮料有牛奶跟奶茶，我的是那个是什么？我喝喝看，这是柠檬红茶。我发现我味觉好像不是很敏锐，每次喝一个东西就在想好久。今天是一个大太阳的天气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有说好就是要冬天风。然后早上起床看到天气傻眼，然后衣服都已经选好，热死在这边。对，然后我朋友就说：“你确定要穿这样出去？外面很热哦。”我说：“不行，我已经跟我朋友讲好了。”对啊，打死都不能换衣服，因为已经讲好了。不过已经很多天都是凉凉的。嗯，对，因为十一月到了，冬天来临，你有过敏皮肤的困扰吗？没有，现在。会换季的时候会有过敏，最近脸痒痒的，好烦哦，怎么办？保湿哦，就是保湿再保湿，就这样，没有其他的方法。对啊，然后昨天我一个国中同学，结婚，他来没有？只要结婚，帮你说，你知道什么吗？因为我最近我才20岁哦，可是我高中同学已经有开始在结婚。最近今年就是这个月跟上个月，是不是都是好日子啊？对，就大家都在结婚哎，嗯。就我滑脸书，某一天我滑脸书，然后就大概有四个新人，然后都是认识的，然后都没有发邀请函给我，直接被感伤。我觉得我们关系是不好，是不是？好吧，没关系，应该是就是很不熟的那种，就是毕竟班上很多人啊，就是还有一些很不熟的人。对啊，如果班上有50几个人，你会每一个都讲到话吗？会，会，一定会啊，因为每次。进去教室，嗯哼，坐的位置都不一样，然后你隔壁的同学也不一样。我大学超爱做一件事的，就是叫我同学帮我占位置。为什么占位置？因为会满啊，因为位置会满。大学还是在高中？大学哦，就因为课会满，就是通识课还是什么课，你不会吗？我会啊。对啊，就是要占位置，然后就是爱迟到的人，所以才我都喜欢坐后面。对，大学大家好像觉得后面先到可以先选位置，我就选到后面的位置。我现在是贝壳面，我好容易因为吃着然后打断你的话题哦。对啊，大学你每次都这样。今天那个肉还没讲完，前面那一盘肉是不是有蜂蜜的口味？对，很酷吧？听到蜂蜜口味的肉就觉得很好吃。好，你看，那你吃鸡腿，我吃鸡翅。口味的，我又闻到蜂蜜的味道了。有，我闻起来有蜂蜜味。嗯，鸡翅就是要用手吃，甜甜的。我记得我每一周都有肉哎，网友说了什么？是不是？听说夏敏跟圆圆有心结，所以才都不上节目，是真的吗？我好屁呀、啊！我跟夏敏最好了，我们还一起去吃下午茶，然后一起去吃饭。那你的意思是说没有心结，我实在算了。不要挑拨离间好不好？搞出来！真的吗？没心结？没心结？要展开吗？没有，不用展开。只是没心结，为什么要展开？我当你们合适。不要跟他瞎起哄哦。我像，等下像胳膊往外弯。等下少敏是因为课业的问题，好不好？那很繁忙的，对啊，他太忙了。而且最近那个期中考要到了，对啊，所以他就是很忙，很忙的看书。就是厚片吐司，看他烤的很焦。你喜欢烤的很焦的厚片吐司吗？
我很少吃厚片。我回去看节目的时候，发现你讲话好大声哦、喔。你看我现在突然变大声，然后有时候就觉得我讲话怎么那么小声？应该是你讲话太大声。那我适中，没关系，大声就好，大声也没关系。我刚还没讲完，就是我国中同学嘛，他住我们家，因为他今天要坐飞机去澳洲的。他大学毕业，他就去澳洲打工换宿。是不是很勇敢？一个人哎、欸，一个女生，而且他去澳洲要坐15个小时的飞机，超久，太累了吧？然后他说。那边的人啊，就是只要是节庆、他们都不会待在家，而且他们那边的电视都超小台，而且超难看，因为他们很不喜欢待在家看电视。然后只要是节庆，大家路上都不会看到人，他们都会出去玩，就是可能去海边啊野餐，或者是去草原什么之类的。然后就他们都很有钱哦、喔，然后每个人家里都有一部游艇。哇！就他的老板，他老板也有一部游艇，然后就是每逢节日，他们就会去海上野餐，就是开 party。就是很好，他们真的就是很享受生活哎，好想移民哦，嫁个澳洲老公也好，嫁过去，你嫁给羊好了，嫁给那边动物，那边动物最多了。想到澳洲，我上礼拜说就是英文老师，他就是澳洲人，那个是什么 ？Steven， 对 ，Steven， 他很帅，他很常，他还在戴墨镜出现在校园，他现在还在吗？那我下次我应该。散步的地你要改一下，改去你们学校散步。散步吗？很远哎、欸，那很远哦、喔。就为了他，然后到很远。你要从文化跑到事情上。啊，算了。然后他是纽西兰人，也在澳洲，就是挤牛奶的地方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说你嫁给动物比较快、啊。我嫁给动物，你不要乱讲话好不好？我又没有说什么。不要理他，是我的。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啊，他在澳洲，然后他万圣节的时候他们就有游行，他们的妆都画超逼真的、欸，他们画什么？就是比如说血啊，然后一些伤口的类的妆，超逼真哎、欸，外国人都画的超超强的，就是网络上看得到。然后这个骰子牛，刚刚大家都很想吃的骰子牛，我要把它吃光，快点！不是士林夜市那一种排队的，它是厚厚的骰子牛，沙拉，它是沙拉，它的部位有没有？好 juicy 哦！我一咬下去，那个汁都出来了。冷却太冷了，有点冷掉，但还是好吃。网友说什么？谁说我像紫色的棒子？我认真看一下。好像哦，这好高哦，这帽子反正就这样好不好？因为你衣服就是紫色的啊，你喜欢紫色吗？没有，今天是搭配。哦，是哦，是搭配，对，不是你喜欢紫色。我喜欢绿色。我喜欢绿色哦。讲几遍了？可是我都没看过你穿绿色的衣服哎。有啦，有吗？第二集的时候我就穿过绿色的洋装。哦，好像是，我忘了，sorry 哦。所以你今天是紫罗兰，为什么要夸奖珍珍？我刚刚在配合他，干你什么事？我刚刚在配合他有心结的部分。我觉得应该是就是这位网友跟你才有心结，你们有什么心结可以讲开来吗？帅哥，为什么帅哥每次都要在上面吵架？我不懂，是发生什么事？出来共哎，出来共。那个网友应该很爱少平，是老公。所以他才会帮少明讲话，他应该很讨厌我。那你每次跟少明录的那一集，他都有留言吗？他有什么？他直接见到少明，他都是忠实粉丝，他直接见到少明就会跟他讲话，是吗？爆亮在旁边，真的假的？开始乱讲，这么明显，有这么明显？这个酱是沾沙拉的，这个黄色的。我发现我们很爱、很常吃的一种沙拉叫做凯撒沙拉。其实应该说是，如果少明没出现的话，他都会特别想少明。是啊、喔。对，难怪他每次都在问少明了。你这样讲，我发现好像有点。是不是？不是我在讲，等你弄好都饿死，我要吃那个。想看史蒂芬的照片，下次带给你们看。
我们今天走一个也有轻食的路线。你讲到史蒂芬，一整根的萝卜条。我现在话题都在史蒂芬呢，怎么办？哎、欸，你为什么可以吃那边的蔬果？你以为是装饰的吗？我也要吃，你帮我拿一根。你以为是装饰的吗？对，我也是。那我该……它不是装饰的吗？它是可以吃的，是不是？明明就装饰的，把人家装饰品用坏。刚刚明明就有人在吃，你要再减肥是吗？是装饰的吧？不是那。可以吃好不好？你不要吓我，跟装饰拿来吃。没有，它是装饰没错，但是它是可以吃的。装饰。他还为他弄一个酱在这边。是吗？对啊。好啦好啦，吃吧。减肥的时候就是把红萝卜切成这样一条一条，放在夹链，再放去冰箱，嘴馋的时候就可以吃。干嘛、啊？有人说我像小精灵，比那个棒子什么棒子好多。所以这样有很开心吗？好开心呢、喔！他们说看到毛衣，他们都热了，真的很热。我今天穿了之后，我就觉得很热，地下都湿了，好不好？超级，然后一边走路还一边骂，干嘛强调自己？而且你超厚的、欸，我真的超厚、啊，我这算是薄的针织哦、喔，你是厚的毛衣。我们有那么多好料可以吃，为什么要吃红萝卜？嗯，很好吃耶，这很好吃，而且它这个酸奶酱奶味好重。你知道它的酱吗？嗯，我觉得这欧姆蛋很好吃，它里面有火腿、番茄、培根、起司。我也要吃这个，回家好像可以去做的感觉。还有蘑菇，蘑菇蛋，好吃，健康的欧姆蛋。你昨天，嗯哼，是不是回公司量体重了？有吗？嗯，你有量哦。啊，还好吗？还好，还好哦，真的、哦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是哦，好好哦，好棒哦。可是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运动关系？你都在运动，你哪有在运动、啊？有啦，你就说你不喜欢运动。我不喜欢运动，那逼自己运动。那你平常做什么运动？肌力运动。好，就是可以。把自己松松的肉练得很结实。哦，你是说重训哦？不一样，健身房我没有去健身房拿那种重的东西，我是自己在家里面练。例如仰卧起坐什么的。对，就是这样搭配的。可是我就会觉得好像体重有变重一公斤，就是因为比较重的，真的。对对对，然后又肌肉加肥肉混合，然后就比较重。所以要把肥肉转化成肌肉。嗯。冬天到了，衣服很多啊，可以遮住肥肉。可是你不觉得有一些毛衣穿起来看起来很魁梧吗？很臃肿吗？嗯，不会啊，宽宽松松的就感觉好像里面很松。会，还是我误会了？我一整个误会。你知道我最近都不能运动，因为我腰闪到，啥意思？真的假的？我才几岁？是真的闪到吗？我真的闪到，我觉得现在弯腰都好痛，我就连洗头都在痛。然后连洗头都在痛，前天。就还很可怜的，就还没有 没朋友陪我去看医生，嗯哼，就还很可怜的自己骑脚踏车去找医院，去找中医院看，超痛的。那时候我是跌倒，走路跌倒。啊，真巧，走路跌倒，很久没跌倒了。怎么跌的？就屁股整个撞到地啊。没有，因为我跟朋友拉拉扯扯，就是可能在玩吧，然后就一个放，然后我的屁股就着地，然后我腰就整个。大闪到，傻眼，我还没跟他要医药费。肌肉跟脂肪是两个不一样的。是啊，啊，他刚刚说肌肉跟脂肪混合是不是？我说肌肉跟脂肪混合在一起的话，所以肌肉跟脂肪会混合吗？会啊，你的肌肉外面就是一层肥肉啊。是吗？一层脂肪啊。是吗？是啊，你肌肉是从里面练出来的。所以，那。哦，哎，这个肉，你知道我吃牛肉会把牛肉吃成肉渣，因为咬不动。可是这肉我竟然可以吞下去、欸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嫩？哦，真的、哦，我到现在还没吐肉渣。虽然你平常不吃牛排的，会啊，可是都会吐肉渣，所以就很少吃。天啊，我吃凯撒沙拉，再吃一个，我喜欢奶味的酱。你喜欢逛夜市？我想到一个小游戏，小时候很爱玩的。什么游戏？很简单的游戏，就是以前跟弟弟妹妹很喜欢玩。你的这只手借我，
就是这个压大拇指的游戏。快点玩一下。哎，苏达干嘛？我们就想除了生吃芹菜，啊，你都吃了。我有吃蘸酱啊。我们很不挑食，好像没什么是不敢吃的，除了辣椒。不然就是快点想一下，生吃芹菜生吃很难吃啊。可是你都吃那么开心，我也敢生吃啊，所以就没有什么大不了。那就不要玩了。还是快玩一下啦。超好玩的，你不知道，就是一个增加彼此间的感情的一个小游戏。好吧，谢谢你帮我切好。好，请吃。我这一杯是果汁吗？我来喝喝看。你就是健康路线的、啊。那要说公布什么东西？公布你。公布你的体重。公布。我很久没量了。无脸没有脸去量，拜托你也一个月没去了好不好？昨天才去，干嘛透露出来？对啊，我上个月这次还去一次。你知道我们是每个礼拜都要回去量体重，跟那个三围的。我绝对不会挑礼拜四去，对，因为吃饱量就是会多重个一两公斤。我想吃那个牛肉下面的那个霸是香蕉汁哎。Really？ 香蕉颜色看不出来。你喝一口。等一下，真的耶，好酷哦！它一定有掺杂到，可是它香蕉味道真的很浓。我闻牛肉咬完。好，牛肉咬完，应该吃牛肉。中午真的很好吃。好，继续看。在讲解那个鸡肉的那个是喜欢少明的那个吗？你们说喜欢少明的网友吗？你今天就是 focus 跟他聊天就好了。我们蛋，他整个在上面想要跟我吵起来，有吗？我看一下，吃着健康小油小小糖降体脂哦，蛮想翻白眼的。他现在是那个健身教练的一个概念，然后又搭配营养师，一直教我们怎么减肥。它还好哎，我觉得这是综合果汁，是哦。可是香蕉味很重哎。嗯，有香蕉味，表示里面有放香蕉。对啊，我刚刚一喝就香蕉味超级重的。最近那个谁，哎、欸，你这个霸士吐司跟你现在吐司有什么差别？我来吃。哎、欸，你刚好吃一口吗？嗯，你切嘞。嗯，你说，我来吃吃看。好，我要说，嗯哼，最近有一个新电影，我超想看的。什么？小王子？不是，你看了吗？我最近好久没看电影，但是这部电影我蛮想看的，是舒淇跟那个哦，浪漫的哦，对啊，胜者为王，对，哎、欸，你知道你想看吗？必须看，我要吃蛤蜊。好啊，跟你吗？可很浪漫哦，还是你不想跟我？你有对象吗？没有，没对象。你少在那边，我就只能跟你在一起。最近有新对象吗？很久，欸、我们平常是日常聊天很少聊这个、欸，哎，最近有新对象吗？因为和演员都会很害羞。我没有对象、啊，要逼他？为什么要逼我？真假的没有吗？没有啊。那你平常都在跟谁聊赖？聊跟你啊。屁啦！不然每天没聊赖赖赖啦赖啊。好啦，每次上镜之后就会有啦。真正的妆感很妞，很韩妞。你为什么少看一个字？真的、哦。真的假的？没有，我觉得很欧美。你知道，假 FC 啊，只要剪刘海，就是连拍照都会不一样。我真的觉得很复古哎。你今天的造型，就是走一个复古风啊。而且真的很外国人，很洋娃娃。你知道我今天在用手机的时候 ，Q 吗 ？Q 吗 ？Q。他在烫头发，烫完之后想说奇怪，他怎么都没有动静，我就看了一下他，你知道他在干嘛？他就这样。给鬼给拐！我在什么意思？你说我照镜子吗？对，你就定在那边，然后我想说你到底在干嘛？我看你一下，我没有，你就像摆了一个 pose， 以为是自己在拍平面了，你就没有啊？你知道拍照是需要练习的。哎、欸，是不是大家都过来人啊？拍照是要练习的吧？对啊，是啊。我们之前就是常常站在镜子前面，然后就是摆各种 pose，
然后摆到觉得自己好看为止。对，你有吗？你有经历过这个？我有这个。而且那时候我还把一堆外国的模特的照片印出来，一定会找贴在我房间墙壁上，四面墙壁全满嘞。真的、啊？对啊，就是每天都会看那些 pose， 然后只要照镜子，你确定你是放模特的照片吗？就摆一下，就摆一个超模，摆一个 pose， 摆一个 pose。哎、欸，你也会摆 pose， 摆一个 pose， 我看。快，不要，快点呐！他是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刚刚叫我摆一个 pose 啊，就直接限一秒。我刚才没看到。你要再看一次吗？什么、啊？哎、欸，这个很有张力耶，在放在那个杂志封面上面，而且我现在这边好酸。你把一次示范模仿一次，快点！这个我无法，这个我无法，这很流行哎，这个无法。很多模特都会用这个 pose， 哪有摸脸？谁？你刚刚白心，你刚刚摸一下，我们哪有摸一下？我哪有摸这边呐？我懂的好不好？这种啊，我摸这边，你刚摸一下，我刚刚哪有这样？你为什么要？你为什么要让我走样？为什么要吵这种事情？好白痴哦！那你觉得摸腋下的话，这可以代言什么？就是腋下啊，除臭，除臭剂。如果今天你要拍广告，你就想拍什么？我可以马上拿下，我就好热，我觉得里面要冒汗，好热，你不会卷舌？好热，热。你刚问我什么？我问你说，如果你最想拍，我想看一下时间，你最想拍广告，你要拍什么？就是如果你今天要拍的话，我有不用试镜直接上那种，我有试镜一个很难，你不要看那种喝饮料的那种，很简单，就是这样，嗯，然后很好喝，那种不简单好吗？超演的很像，对，要很难，而且他们要很夸张，对，就是笑起来很夸张，喝很好喝很夸张，为什么厂商都要那种浮夸的、啊，呛他们，为什么要那么浮夸？什么？譬如说喝一下。吃饭是，你知道多难？正常人喝起来一定都是很正常，就是好好喝，一定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厂商要的不是这一种，厂商是这样，你知道，厂商要的就是这一种，你还要望远方，对，还要望有一个角度，然后你要看那边，然后甘甜甘甜的感觉，超难的，很白痴哎、欸。你试一试，你说望远方，对，你看那边，还看那边，你看小眼，不要吧，你就找一个某一个，就你上次是喝什么？它是一个奶茶的广告，嗯，然后呢？可是我其实杯子里面都是水，然后重点是他倒了超多的水给我，他就是想要我那种吞口水的感觉，嗯，就你知道吗？吞一个太用力，对，就吞一个太大口，然后就这样。然后没办法张开嘴巴，真假的，好好笑。我还没回答，我最想拍什么啊？我吗？嗯，我很想要拍溜直排轮的模特的广告。所以是在你知道有一种我代言直排轮的意思？我看那个名模生死斗的时候，它里面有一个广告超好看，就是打扮得很年轻，他可能是一个运动品牌还是什么，然后他要溜直排轮，然后穿得很运动风，就从旁边这样溜过来，然后摄影机就会抓角度这样拍，超好看的，很帅吧？对啊，可是应该也是很难，所以我觉得圆圆骨子里就是一个帅妹，帅妹，我也是吧？你是的，对，我是啊，我是女汉，她是四川帅妹，她以前跳什么的？hip hop。对他以前真的是跳 hip hop 的，你不要看他这样，他是跳那种很帅的那种，然后我们是那种就是你就是装可爱那么扭扭扭那一种啊，你就而且你超喜欢跳的时候还会踮脚尖这样，他好，你都没有注意到你吗？你都这样好不好？就然后你的招牌笑，他很烦哎、欸，白痴哦。我哪有？那我才不想讲你。现在吵架。看一下网友说。我才不想讲你嘞。圆圆多。他说我很时尚哎、欸。摆个吃饭很时尚的姿势。你说我们吗？我们可能要配对吧。啊？这什么？什么？你看我吃鸡翅。好累啊！好累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我
们来挑战，来挑战谁吃得到。我可以不要吃鸡翅吗？我吃那个。为什么我今天录影冷了？等下，这好难哦、喔。试试看，我要夹。等我，我们一起。应该可以。我觉得这太短了，我拿青菜好了。哎、欸，这样不好，这样很轻松哎，这样太轻松了、欸。啊，这太轻松了吗？好吧，那这个。要像我这种。这种会拉到全身的筋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们看谁先吃到。为什么？我赢了。我自己。操作。好吃吗？哎、欸，我这边没有，我这边拉的好累哦、喔。算了，你刚成功，不要太轻易。你刚成功，你刚，你让我手会断掉。好难吃，快点，你要成功。耶耶，很时尚吧，很时尚吧，很 fashion。几颗星？五颗。我们下一次拍，如果我们有接到封面的话，我们就是招牌范子小姐。这就太搞笑了吧！好白哦，怎么那么好笑啊？没办法了，对不起，我帮他稳定下我的情绪。太兴奋，菜都掉了。哎、欸，你发都乱了，你发都乱了。好累哦，开心哦，最后再吃一颗小鸡。好吃，好吃。你看我们今天一直聊天，我们刚刚运动了，我好热，我看超级无敌热的、哦。对，你今天滑下去，那杯是什么？奶茶、哦，是哦，奶味很重的奶茶。我们好烦哦 ，Vlog。说真的，刚刚那个 pose 摸脸真的是各大时尚杂志都很爱的，是不是？我们饭局小姐要时尚一点，这大家都知道啊。没有，我们要不一样，我们就拿叉子啊。好烦哦、喔，你职业病哦、喔。哎、欸，这里面有那个马铃薯泥耶。哦，真的、喔。嗯。Surprise！ 所以我们两个其实都很喜欢吃马铃薯。对，我们两个真的很喜欢吃马铃薯。现在就是一个在上周的马铃薯也被我们吃完了。现在就是一个在疯狂之后的平静。这就是休息，但刚刚真的太累了。摆 pose 真的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。对啊。这是需要练习的、嗯。那时候上那个，所以不要看那些模特的东西，好像很轻松的摆出来，其实、就是、超累，就是私底下要练好。尤其是高难度的动作，真的。你有上过那个跳跃那种跳得很漂亮，真的超难。你有上过那个摆 pose 的课程吗？有啊。那老师不是都会叫我们找图片？那很难。对，没有，我上次那他放音乐，然后只要某个一个试拍就要摆出一个 pose。哦，我也有上过、那個、很快那种，真的超快的。我们是一起上的，不是，是学姐，她是学姐，学姐好，没有，我是妹妹，学姐好，她是学姐哦。我上的那个课是她叫我们自己找图片，然后你要摆出一模一样。啊，这个我也有，我找什么？我找了一个米兰达的那个，那你摆了什么？它是趴在地上，然后你要把整个身体这样立起来，可是一个角度很漂亮，就是她的身体是很瘦的，脚是要腾空在上面的，她是脚是这样。好瑜伽哦，很瑜伽对不对？太瑜伽了吧！我学了之后，我那一堂课我腰超痛。OK 吧？你舞蹈的、欸，你舞蹈科的。哎、欸，你知道没有办法像他那么厉害、欸。这有成功吗？85%，85%项。哦，所以老师会评分说就是百分之几项。而且我是里面挑最难的一个动作。你干嘛要为难自己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一个上进心的感觉。哦，我吃到筋了。你吃什么？芹菜、啊？不是。好、哦。你要吃我肉沙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超恶心的，我想看。好恶心哦！干嘛？让我看看。好恶心哦！你不要这样影响就是观众的食欲。他们没看到，只有你看到哎、欸。时间快到了，再去做一根薯条。预告：下周。这段我们要去一个很浪漫的餐厅、哦，就是它是偶像剧的七世餐厅耶、yeah ，有七世吗？又可以去那边就自己家了，就自己家了。我说偶像剧，我那时候七世，你说七世啊？七世，哦，听清楚点吧。下一次我们要出去玩呢，你也开心出外景，对，每周四。就要结尾了，好，每周四12:30请准时收看。怎么瞬间被你讲完了？
我是圆圆，台妹还有饭局小姐，每周四12:30请准时收看饭局小姐，我是珍珍，我是圆圆，下周见哦。